听说你也是赛车手，你开车对不对？啊，有赛车。对对，我喜欢车。车？你喜欢怎么扯？扯。哎，刚才兰博老师你怎么了？没有，我觉得真的是我一定要投诉一下贵单位。干嘛干嘛？最少也算是他跟亚洲舞王，对不对？对啊。最少也有皮蛋瘦肉粥舞王吧。对，我觉得我们可以，其实大家看他表演，要不要想要跳一下？我们应该是要让大家来跳一下。哎，我们欢迎，我们欢迎我们兰博老师好不好？兰博基尼在台上，兰博老师必须要上来。真的。哎，中华老师，我们要不要一起？还有阿瑟老师也请大家上台来好吗 ？OK OK。Nice to see you。哎，我想问一下兰博老师，刚才啊，你冲他这样，其实就是街舞界表示太棒的意思。那么所有观众，好不好？我们朝男性敬这样，举手来朝他这样。真的耶！好，我们今天教大家一样，刚才有几个动作。OK， 把手借给我好吗？好，就做一个胜利的标志。现场朋友也都有哦。好，换边。哎，电视机前观众跟我们一起来玩哦。哎，等一下老师，我有个朋友给你介绍，他也要跳舞。棒，好，接下来想象你前面有个盒子，打开，打开盒子，关起来，关起来，打开，打开，关起来，试试看 ，five six seven eight box， 会了吗？会了。好，接下来最后一个，给大家一个慢动作，回来，这有点像，有点像 robot style 一个机械人的动作，通常这时候做的这个动作，观众就会给掌声。好。